感电音舞曲大声放送，小货车上两名戴头套的男子下半身只穿着短裤，背靠着背被绑在车上的一根钢管，旁边还有一位穿着火辣的钢管女郎性感热舞，奇特的场面吸引路过民众注意。下一首改播庆生歌曲，炒热气氛。仔细一看，车子后方和旁边还有好几辆机车护驾，大批民众围观抢着拍照，引起一阵骚动。民众事后将画面泼上网，好奇地问说：“这是在庆祝生日吗？真的玩很大。”网友也留言：“实在太狂了，下次生日考虑来搬车。”基隆庙口夜市附近，13号晚上8点多，突然出现这辆奇特的小货车，在爱三路、仁义路、爱二路绕来绕去，黑到爆的钢管游街，想必也让当事人留下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。记者朱丁龙、蔡山，基隆采访报道。